乘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给大家拜年了。马上就要登机了，大家带好行李，带好年货，最重要的是带头鼓掌。出发，再见，一路平安。真好，祖儿挺胸抬头下肚子，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姐姐有你在真好，还有人监督我。今天不是你的班，你来干嘛呀？嗨，今天值班的圣婴不是请假了吗？我不得来看看你呀。、喂，亲爱的，哎呀，年后再回家嘛。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，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。哼，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。他答应了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要保持微笑。姐姐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我呀，分手了。分手了还这么开心？没听说过吗？单身一时爽，一直单身一直爽啊。姐，你得挺住啊！没事儿，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？我祖儿，你真好，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，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，来控制情绪，深呼吸，非常好。姐姐，我哭跟你没关系，就是要考核了，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？听姐跟你说，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。面查岗、监控联网、试卷问答、便衣暗访，考核千万条，自信第一条，相信自己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可是姐姐，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？还说什么呢？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。你说的也对啊。姐，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，你教教我吧。祖儿，姐姐刚失恋，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？也就你能帮我了，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，你考考我。哎呀，我不行。你行，你行。哪能也装事情啊？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还是不飞呀？姐，你这就来了。对呀，说来就来了呀。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，想飞就飞，想停就停，就跟我的爱情一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啊。姐姐，我让你说延误，我没让你说分手。大意了，乘客说什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。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。这位乘客，那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，我谢谢你了啊，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，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。这位先生，错，他让你改你就改呀，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，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。这位乘客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，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。真棒，祖儿，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，上班。先生您好。好什么好，我一点都不好。哎呀，来怎么个事儿啊？恁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？先生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恁别给我叨叨二门，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晚点？我真惊了，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，您都快把我给我表了。先生，您说的特别的对，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我太难了，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。先生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？对不起就完了吗？这么简单？先生，您真好看。哎，您别舔我啊！我知道我这个脸是，一分天注定，九分
靠滤镜，好不好看？我自己清楚。我怎么这么好？喂，我说好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被他们给弄掉了。哎，对对对，飞机晚点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，您先下去了啊。哎，好看先生。怎么个事儿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叫好看，我姓甄。啊，真好看先生。谁叫真好看呀？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？我叫甄英俊。Sorry。说吧，飞机为什么晚点了？先生，我们的祖儿，让我来吧。我和这位先生的形象比较对口。先生您别着急，我觉得吧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我要飞，我要飞，我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什么意思啊？啊啊，这是我们新增的语音点歌功能，为了放松您的心情。有毛病！您放心，管制一结束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不要再动了，挺胸抬头，下肚子走。先生，您要不要一杯咖啡？我不要咖啡，我要起飞。我给您切一盘西瓜。我不要西瓜，我要回家看我妈妈。您一定饿了吧？我给您点餐。我不要点餐。给我看看菜单。啊，我们没有菜单呀。嗯。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员工餐，先生，您是要面还是饭？饭。先生是要饭的。你才是要饭的呢，怎么个事儿啊？我不要饭了，给我来套煎饼吧。我们没有煎饼。但是我们可以给先生买。先生您要什么煎饼？那就给我来两套紫米煎饼吧，一套煎饼不放葱，一套煎饼只放葱。好嘞。再来五套绿豆煎饼，两套加啥也不加辣，一套加辣啥也不加，剩下的啥啥都不加。我拆蛋两个笨鸡蛋，三个鹌鹑蛋，我荷包蛋，荷包蛋两个蛋面煎，三个双面煎，蛋面煎的放酱油，双面煎的放料酱。明白。再来点牛肉豆浆，三杯热乎的，两杯凉，嗦的一杯温吞的，一杯温吞的，再来一杯温吞的，三杯黑豆豆浆，一杯加冰不加糖，一杯加糖不加冰，一杯加冰又加糖，嗦了一杯豆浆大，大杯的嗦，黑豆豆浆小杯的嗦，加杯的都中杯的。哼，这先生可真能吃。你管得着吗？我是做吃播的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那你重复一遍。哈，先生，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，一套煎饼不放葱，一套煎饼只放葱，五套绿豆煎饼，两套加啥也不加辣，一套加辣啥也不加，剩下的啥啥都不加，五个茶叶蛋，两个焖鸡蛋，三个鹌鹑蛋，五个荷包蛋，荷包蛋两个蛋面煎，三个双面煎，蛋面煎放酱油，双面煎放辣椒，六杯豆浆，三杯热乎的，两杯凉飕的，一杯温吞的，一杯温吞，还有一杯温吞的，三杯黑豆豆浆，一杯热冰冰加糖，一杯加糖，一加冰，一加冰又加糖，又温吞加糖。姐，你太厉害了！我们做地勤的，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细心专注。先生，您稍等，我立刻让他去买。哎，回来！他记住了，你记住了吗？我没记住呀。你没记住，你怎么买啊？我录音了呀。他比那姐凉。谢谢先生，我去取餐了。去吧去吧，先生您稍等，马上就回来啊。你好呀。谁让你来的？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？哼哼，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回家过年。嗯嗯嗯，我真就不明白了，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，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，说不去就不去啊。哎呀，春节忙，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。 Sorry 啊，您说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？我饿了啊，饿了。哦，好好，我立刻去看一下。站住，干嘛去？回我的工作岗位。他饿了，让他饿住。我也买票了，我也是乘客，乘客在哪儿，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。亲爱的，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。哦，哎，先生，哎呦，先生，你的煎饼来了。
我不吃了。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？我忘过劲了，我不想吃了，不行啊！不行啊！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。忘了妈妈说的，记住姐姐说的，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义务，乘客不吃是他的权利，给乘客道歉。是我自己的钱。控制情绪，深呼吸，细心专注，对不起。别对不起了。这一天晚上的，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？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，别说见爸妈了，就是二胎我看都要上了。二胎？怎么个事儿？原来那俩是对象啊！我就觉得吧。别觉得了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欠揍。是飞机起飞不了，心里不痛快吧？飞机是他们俩开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人撒什么气啊？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，往那儿那么一坐，给咖啡不喝，给西瓜不吃，让你点餐，你点了个煎饼。我看你加个煎饼。点煎饼就算了，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，逼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。汤汤汤汤汤，给你背灌口。我呢，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，她就没有义务在这儿伺候你这号的，亲爱的。哎，回家。啊，哼，再见再见，走了走了啊，走什么走呀？搞什么死心眼？说了多少回了，今天我不能回家。哎呀，姐姐。你就跟这死心眼回去吧，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。对呀、啊，对什么对呀、啊？嗯，对不起。行了，晶晶，你跟他回家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叫晶晶啊？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。你负责？你是谁呀、啊、你？考核官，考核官，控制情绪，深呼吸，细心专注。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。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，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，乘客不能起飞，情绪难免激动。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，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，让他们快乐起飞，平安到达。是。恭喜你们。考核过关，领导就是领导，说话真有水平。领导，我跟您说，我们金静在家呀，经常跟我提您啊，怎么个事儿？瞎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。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，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，我替你在这值班。领导，您可真英明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谢谢领导。领导，你真帅，你比黄晓明都帅。啊，那当然了，至少我比他个高。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？去，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？那你怎么转给我煎饼钱啊？哦。旅客朋友们，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。祝平安。祝平安。爸妈。儿子，今年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，我今年过年回不去了，我得在这加班。不回来了？嗯。没事儿，你忙你的。不要挂挂着我们，家里都挺好的。嗯，那你跟姥姥说句话吧。行，能把电话给俺姥姥。姥姥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明明。啊，明明。嗯。你有什么事啊？姥姥，我想你了，我过年不能回去看你了。啊，没事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姥姥的什么时候过年？嗯，姥姥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八一馅的饺子，姥姥不给他们吃，都给你留着。谢谢姥姥。你是谁呀、啊？姥姥。
我是明明。啊，明明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姥姥，我想你了。你是谁呀？姥姥，我是明明。姥姥，过年好。姥姥。